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我们的闪光 flash 哦，又复刻了，又复刻了。好来，那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的闪光专武准备要出了，专武准备要出了。来，老爹闪光一直还没有还原哦，就是在等今天。老爹先给他这个，靠腰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简单练到二星哦。征服卡，老爹把西老高的拔给他了。西老高的英雄征服卡以及 S 级征服卡都给他了。那这个没办法，我没有武装系的了，就先这样子好了。那么西老高就先穿以前闪光的装备哦。可是老爹的西老高超强的，生命力还有460万哦，所以很够用啊，还是很够用啊。我的西老高一样强哦。那么闪光生命力这样是258万左右。来，闪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速度哦，速度哦，我们让速度把它拉高啊。全部都要拉到五星啊，至少要五星哦。靠腰，好，我们抽快点，没问题，疯狂抽，各位观众，这样子抽应该够快了吧？没问题，应该全部真理套装要用到五星吧？当然最好还是用到六星哦。可是老爹实在练太多角色啦，身心卡有点不太够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样几张哦，兑换。要全部五星的话，还差16×3，要48张哎。好，我们再抽100张啊！老爹就是这么狂啊，几秒钟就花掉10000了。你们还不给老爹订阅下去吗？有没有良心啊？老爹抽这个要花钱的，你们看这个不用钱啊，帮我订阅一下吧。顺便可以抽晶片呢，还不错啦，还顺便可以抽晶片哦。我们已经瞬间花掉20000了。好嘞，10000才10几张哎。好，再来，瞬间再花10000，我们这样是不是花了快30000了？没问题啊，我这样子抽没有拖台前吧？我这样子抽没有拖吧？很快耶，我是按到没有，我按到手都抽筋哎。有没有看到啊？花钱可以很快的哦，才短短几秒钟啊，就又喷了10000块哦，10000赚哦，不是10000块啦，10000赚哦。好，这样好，先抽这样啦。不然大家会觉得无聊哦。只差一点点，让我抽完啦。再10000，4个10000啊，老爹就是这么狂啊，怎么样啊？没问题。好，还有59张，还差3张，差2张，差1张，没问题。好来，靠腰，怎么差那么多啊？好，我们再来，这样应该够了吧？
好，刚刚好。啊，靠腰。哎呀，好，全部五星了，速度来到796，没问题。来，我们现在试一下巅峰竞技场，我们挑战魔术侠可以上来了。我们用闪光 flash， 好久没用闪光了，我们来看看闪光究竟有多强悍。没问题。闪电闪光，闪了三个光，造成一直崩坏。对面的钢铁骑士杠了六个，二郎一个追击180万，对面的二郎1000万，没问题。二郎一个追击，闪光再一个追击，好，闪电的二郎1000万啊！现在来到五打二啦，你怎么跟我斗啊？老弟的洗脑搞我，虽然装备被拔掉了，不过还是这么强哦。没问题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我们再来挑战第三名的安东尼奥。没问题，老弟的闪光啊，攻击力竟然还有120几万哦！我们再来，推面的闪光94万，他的闪光 is dead， 对面的二郎950万，不够看啊！闪光一个追击100万，对面的僵尸侠打在没有装备的西老高身上，依旧健在，没问题。现在是五打五的节奏，老爹的二郎687万，我们再来，僵尸侠再次开了一个大枪枪，没问题，西鸟高开了个西，哎，我的西鸟高真的很强哎，没装备可以撑到现在啊，太猛了，我的西鸟高啊！还有啊，各位观众啊，为什么老爹这一次还要再来练这个武装系哦？因为我们要来过这个极限特训哦，极限特训老爹卡关哦，还是需要闪光来过关哦。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好，对面的二郎650万，我的西老高依旧健在啊，没问题啊，还在那里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我的西老高真的很强哎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了。没问题，现在是四打二的节奏，英雄组谁与争锋啊？没有人可以跟老爹斗啊！好，他只剩一点点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最后，我们挑战这个。挑战这个天印啊，打完他之后我们就来打这个极限特训，没问题，真的卡关卡很久了，这一次顺便用闪光，用闪光练上去啊，对面的闪光闪了三个光，没问题，对面的僵尸侠开了一个小将将，好，老爹的二郎966万，相当的狂妄啊！好，现在是五打四的节奏，对面的欧托 is dead， 西鸟高直接戳掉了对面的闪光，完全没问题。天印啊，一掌狼啊，我的西鸟高跟闪光都在啊，好，轻轻松松，没有结束比赛。好，我的闪光 is dead。哎，这个西老高真的是，真的是无敌的吧？这个西老高是无敌的吧？好，没问题，轻轻松松
这个比赛，这个稳啊，英雄组很稳啊，有闪光就跟鬼一样的强哦。好，来，资讯中心，这个武装哦，老爹卡这个卡很久了、哦。来，我们现在有闪光了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过这一关哦。你们过了没啊？球帽放上来，我们再挑战一次啊！好，这样子应该没问题了。让闪光放后面，应该就赢了。来，我就不相信我打不赢。对面的僵尸侠开了一个小僵僵，老爹闪光闪了三个光，造成三只崩坏。先想办法带走这个甜美假面哦。好，地底王再次开了三个地，球棒造成两只受伤。应该有机会，四十关真的不简单啊！因为武装系的角色很少很强的、欸。好，现在来到三打三的，赵老师高，好像在球棒不屈了。应该有机会啊！这次，好，没问题，先补个血。球棒加油啊！还没有带走他的欧团，糟了个高，我的球棒要GG了。还有没办法再不屈一次啊？没办法，二打三啊！有没有办法赢啊？真的很难呢、欸。みんなが俺の肉体を見ている、見ている。闪光，你大力一点啊！撑住啊，闪光！哎呀，还是没过啊！没关系啊，我们等壮武出来，再来挑战看看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